我们听到音乐就陆陆续续，我的爸爸回家 ，OK。当然，这首《飞翔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原住民朋友举个手吧 ，OK。平地的朋友举个手吧，好，待会原住民朋友，我们就是把平地的朋友都拉进来，一起融入我们，好吗 ？OK，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，OK。再给前后左右的朋友，我们给他一个 Give me five 或者是拥抱都可以。跟前后左右的掌声们，摇滚全面，准备让你手去放电。
哎，今天比较嗨一点。中间朋友，出来出来，看中间的朋友，你们还在犹豫的话，麻烦你们走到左边那个角落吧。哎，你们最中间，我唱歌你们这样子，太不给我面子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歹在这个原住民音乐圈努力了十几年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，再给一次热情的掌声，鼓励一下给自己，谢谢。哎，中间朋友，谢谢你们。对对对，我想今天大家能够聚在这边呢，真的，我想非常高兴，感谢我们圆明会，当然也感谢主委这边哈，来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。接下来我想，我不喜欢一个人表演，因为在布农族里面呢，没有人在一个人演出的，所以我每次唱歌都是犯禁忌的，所以我想拉一些人在台上跟我一起唱歌吧。有没有人自动上来的？我看我一定是保留给我的主委，不是我的啦，我们布农族的主委。